工作同仁告诉我，今天我们的这个现场，从中午开始就有支持者坐在这里等开票。大家有欢喜不？不欢喜不？我知道这些年来，你们对蔡英文有一个小小的抱怨，就是大家认为我太过理性，从来不公开表达我的情绪。 所以，在这里我跟大家说，如果大家真的很高兴，那我们就大声的为台湾欢呼一次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。 一起为台湾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，这是我此时此刻心里的感觉。我的心情其实很平静，因为我知道未来我的责任会很重。感谢大家对蔡英文、对陈建仁的支持，感谢大家对民主进步党的支持。我再一次代表民主进步党，向全体的台湾人民。 敬上至上我最深的谢意，谢谢。感谢所有的台湾人民，我们一起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上第三次的政党轮替。我们点亮了台湾，我们再一次用行动告诉全世界，台湾等于民主，民主等于台湾，对不对？ 我要谢谢我的两位竞争的对手朱主席和宋主席，我们一起为台湾的民主政治写下了历史的新页。我了解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期待，选举有输有赢，但是最终胜利的永远是台湾的民主。在这里，我诚挚的邀请他们，这个国家未来的改革路上不能没有你们。 我还要谢谢我的工作同仁，我们的后援会，我们的志工，你们牺牲假日，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，无论晴天雨天，就算生病感冒，都跟我并肩作战。你们是最强的团队，能跟各位一起走完这最后一里路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荣幸。 我还要特别谢谢这次竞选总部中年轻的工作同仁们，尤其是党工。过去这么多年，我心中一直有一句话想跟大家说：我们这个党曾经失败过，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大家穿着党的制服的时候，走到外面的时候，心中是充满了信心跟责任感。 我们做到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，我要谢谢每一个每一位在这一次选举中贡献小额捐款、用小猪或其他的方法出钱出力的好朋友，因为你们，民进党再一次确认我们。 就是台湾人民的政党，对不对？投票是一天，选举是几个月，不过改变这个国家却是每一天必须要持续去做的工作。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庆祝，各位可以高高兴兴的庆祝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为这个国家。 负起改革的责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此时此刻的台湾，有很多老人家正在等待一个更健全的长期照顾系统。此时此刻的台湾。
台湾的年轻人正在等待一个更公平的住宅环境。我们不能忘记，还有很多中小企业正在等着升级转型的契机。我们也不能忘记，还有一个快要破产的年金制度正在等待我们去挽救。我们更没有忘记，维持台海的安全跟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大家共同的期待，也是两岸要一起努力的事。维持现状是我对台湾人民跟国际社会的承诺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我也向大家保证，未来我处理两岸关系会积极沟通，不挑衅，也不会有意外。亲爱的台湾人民，民主的胜利是我们共同创造的，改革也要由我们一起来推动。我们将会面对很多挑战，改革的过程一定会很辛苦，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磨难，台湾人从来不曾被击倒过，对不对？你们没有提醒我，还真不知道旁边有那么多人。改革的第一里路已经开始，只要我们相互扶持，坚定走下去，一个更自由、更民主、更繁荣、更公益的国家就在我们的眼前，对不对？2月1号，新国会即将开始，民进党会优先处理人民关心的法案，改革的能量要放到最大，同时改革的动荡会减到最小。民主进步党现在是国会的多数党，我们单独过半，我们就要兑现对选民的承诺。我们一定要兑现对选民的承诺，改革绝对不能剩一半。这是台湾第一次的国会政党轮替，我们的身上的责任比以前更沉重。我要再一次强调，民进党不会整晚喷去，我们会继续开放民进党，努力倾听那些没有进入国会的声音，同时我们也会按包括国民党、亲民党的时代力量在内的所有的政党一起为了改革全力以赴，好不好？在这里我要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，也要以党主席的身份，对民主进步党全体党公职人员下达第一个命令：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。台湾人民不分蓝绿，不分政党，不分族群，在新的时代里一起为改革这个国家努力，这就是蔡英文的承诺，这就是蔡英文的保证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昨天的选前之夜，
我看到了已经98岁的十名欧吉桑，在那么冷的天气淋着雨还要到舞台前面为我加油。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，但是我知道欧吉桑是要告诉我，做台湾的总统要有志气，要有决心，要坚强。我要在这里跟欧吉桑说，我一定会坚强。面对台湾的困境，我每一分钟都会坚强。因为从今天起，蔡英文坚强，国家才会坚强。蔡英文坚强，台湾人民才会跟着我一起坚强。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，这个国家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有做自己的权利。这个国家保障所有的国民自由选择的权利。在这里，我要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郑重地呼吁，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这一份自由。今天的选举结果是向世界证明，台湾人就是自由人，台湾人就是民主人。只要我当总统的一天，我会努力让我的国民没有一个人必须为他们的认同而道歉。各位亲爱的台湾人民，新时代已经开始，天色渐渐光，这里有一群人为了守护我们的梦变成更加勇敢的人，我们就是这一群人。经过了这次选举，我们已经更加勇敢，明天开始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手足同胞，为我们的下一代而努力，好不好？我再一次谢谢所有现场的好朋友，谢谢所有的台湾人民，尊严、团结、自信，这就是新台湾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坚有台湾，谢谢，谢谢。尊严、团结、自信，这就是新台湾，新台湾，我们迎接我们的新总统，新台湾。全体台湾人民的左一轮加油，左